你走了，我就不会说相声，因为没有你，我就不会快乐。我心里没乐，说出来的东西别人也不会乐。你出嫁那天，我就给自己说了一段，说到最后。 因为我难受，别人把我的老婆娶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想活了，我陪你一起死。 临死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打我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动心了。我就想娶你，我不是没机会，对吗？可我心想，我身体不好，万一那天我走了，我丢下你怎么办呀？ 给您添乱了，麻烦您给我找张病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这包袱抖得脆吧。
非典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，在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无数患者被救治，至今幸福地生活着。可老四却在那场灾难中走了，到今天已经3年了。 四儿啊，这次我们来看你来了。早知道四儿啊那么喜欢那姑娘，还不如就劝她姑娘娶了呢，俩人能过一天算一天。劝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劝不了。四儿比咱哥几个都强。 他二英雄，老四啊，是个圣人。那照你这么说。 不挺好的吗？旅游的人多吗？多，现在一次能接待40-50人。哎呦，明年我打算弄几个新的蒙古包，来个旅游团，我也能招呼。听见了吗？爸，老郭，你爸看景呢。 说呀，就是得嘴皮子利索，老头儿端汤上白塔，塔滑，汤洒，汤汤汤。
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开会，帮我设个闹钟。嗯，明天早上还得早起，七点。嗯。今天去看老四了？嗯。怎么样？挺难受的。老爷子他们没去啊？哪敢让他去？这上午完了事儿，大哥立刻带着他们奔火车站了，去锡林郭勒。去散散心也好。这几年老爷子话越来越少。可不是吗？哎，对了，今天看见佳佳他们一家三口了。三口？嗯。雅姑娘又要孩子了。你说时间多快呀、啊，这一晃，老四都走三年了。我也想要小孩。再等等。你看咱们现在，这房屋一间地不一垄，还住老丈人家。你真有了孩子，你还得雇保姆，这一家子人住哪儿去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快了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公司那小鹏吗？知道。怎么了？他呢，在我手底下干这几年呀，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想从老黄这公司出去，开个公司，自己单干。比一个八零后那么年轻，能挑得起来吗？他是年轻点儿，可他们家厉害啊，有钱。光有钱也不行吧？资源和经验，这可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。是啊，所以他想拉着我一块儿跟他干。让你给他打工啊？那问题就在这儿，那我肯定不干，所以我想和他合股，一人一半。可你哪来的本钱呀？我现在手里不是有几套二手房吗？那是我的资本。可真正跟人家一块开公司，那点钱肯定还不够，差点。我不想让你干了，这刚踏实没几天，你就别折腾了，我这都怕了。我不想要多少钱，够吃够喝的那就是好日子。咱俩要是能天天在一起，将来再有一小孩，我觉得那就特幸福。容我再想想，再见。换个招牌，找帮人敲敲打打、热热闹闹的，这叫冲喜。老板，老板，我们都吹了小半天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我们还有下一家呢。得嘞，这给您结钱。哎，那谢谢您啊。500。老妈，钱您拿好，谢谢啊。我也谢谢您，辛苦您了。没事，再见。回见。半天都不见人影，着什么急呀？回头把那价目表贴出来，咱这可是全北京最便宜的。货呢？还在台湾海峡上飘着呢，回头你就等着数钱吧，啊！把开水给倒上，有点眼力劲儿。
当媳妇的。你说我这心里怎么那么悬呀？咱们所有的钱都压货上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妇人之见，舍不得孩子讨不着老，舍不得媳妇抓不着流氓。哎，你想想，这台湾的电脑配件那全世界最便宜的，咱这货是定对了。告诉你，咱现在等什么呢？人那边已经发货了，这就等着接货出货，担心什么呀？反正我这心里边特别不踏实，我就看这么空空一屋吧，我心里发毛。我早想好了，这货咱现在就能卖。卖什么呀？咱又没货。预售，谁付定金预定，再给他一八五折，信不信？货没到，这点东西我都给他卖完了。这样行吗？行吗？我得骂得过去了。行，一会儿我出去溜达溜达，找找下家。来参观一下啊，一流的办公环境。我这倒是看法，这儿特别好，聚财。你小子下手还真够快的啊！这工作还没辞呢，地儿都找好了。哎 ，time is money， 你们这代人不常说吗？嘿嘿，哎，看办公室。哎，老大，进来，随便坐啊。老大，咱谈谈合作的事吧。这么着急啊？好啊，那你就开门见山呗。老江湖啊，先看对手手里的牌是不是？行，那我就先谈谈啊。我有资金，有关系，我能批到地，然后呢就可以问银行贷款，紧接着上面盖房，盖房之后就卖掉，卖完之后还款，紧接着垫钱。听上去不错呀、万事俱备，那你还找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但是我欠缺的就是你的经验，还有你对市场的了解以及操盘的能力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稳扎稳打的工作态度。还行。哎呀，这几年在我手底还算没白干啊。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其实有人说咱俩挺像。谁说的？黄总，哪儿像了？他说咱俩啊都是属于那种有狼子野心的人，就是那种在利益面前心狠手辣的人。他知道咱俩啊迟早都得走，尤其是你，都是喂不熟的狼。他这么说倒提醒我两点。第一点，如果他真那么看我，那我真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第二点，如果咱俩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像，我觉得咱俩不能在一起合作。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合作关系，我管它叫战略合作伙伴。就好比哈，这个狼群里边的狼跟狈，为了共同的利益，并肩颤抖，无坚不摧。狼狈为奸，好难听的比喻。好听管什么事儿？行了，老大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公司一人一半，各占50%的股份。大事儿商量着做，小事儿商量着来。项目做成功以后，和平分手。谁也不欠谁的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想不是一路人。
行，一人一半我同意。但是啊，一人一半这个资金，你有吗？那是我的事儿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这想得出办法？很难，我不像你有个有钱的妈妈。行，老大，咱们合作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还是看看吧。内容没有意义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你早晚都会走。很谢谢你这几年，你帮我做了很多事。应该说谢谢的是我。感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收留了我。如果我退休，做个挂名董事长，把整间公司交给你，又如何？谢谢你。我还是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。人各如志，我不勉强你。如果我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会报答你。哎呦，你这个话就见外了。我祝福你。不过呢，作为朋友也好，兄长也好，我想劝你一句话：这世界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我栽过跟头，你一定要留心你身边的伙伴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哎呀，也算是身经百战了吧，什么人没见过呀？我觉得只要利益和目的是一致的，不管什么人，都可以在一张桌上喝酒。那就证明两点。一，你这个人够宽容，可以容忍。第二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小人。那在您心里，我是第几种？我想听你说说。第三种。那第三种是什么？他没说。那你为什么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？这小人是小鹏，我知道，可女子是谁我可不清楚。你呀、啊、我为什么？我也算是阅人无数，可是咱们认识这么久，我对你还是看不清摸不透。这不好吗？人家都说这样的女子有魅力。不错，叶小姐不单只有魅力，而且是一个聪明人，这一点我是不会看错的。您过奖了。哎，这一年来我在想，我真的老了，干不动了，再加上重办轻离，心都凉了，我想退居二线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这么多买卖谁来做？叶小姐一定会是一个很能干的总经理人选。如果我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酬劳方面你自己定。这还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详谈。让我考虑个一两天吧，我们再谈。还考虑什么？天掉下来的馅饼马上就捡起来吃，还等什么？你不会这么笨吧？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
对了，你离开证券公司之后，日子不好过。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啊。我听人说你是辞职的，我也听人说你是违规操作被开除的。其实这一点呢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对你来说才重要。我刚才给你的工作，你是最好的选择。考虑清楚，慢慢想，不用勉强哦。我的房卡。看完这个，你们先睡啊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你刚才的话算我瞎说，行了吧？赶紧喝点水，咱睡觉。以后这样的话，你趁早别说。那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我有想法，你总得让我说出来吧。你那想法本身就是愚蠢，我从来都觉得你是一挺聪明的人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就凭你那点钱，你还想开房地产公司？你也太好高骛远了吧你！行行行，小点声，爸妈都在外面看电视。哎，老范，老范，嗯，哎呦，完了都，啊，完了，嗯。嗯，哎，好嘞，明天再接着看。嗯，对，看着我，人总得有理想。你有理想可以，但是你的理想不能伤害到别人。好不容易把家里钱刚还上，你又要把房子卖了，换成钱凑你点股份。先不说爸妈同不同意，你让全家老小上哪儿住去？我不说了吗？可以租房子。我爸妈一辈子在单位就混这么一套房，你让他把房卖了出去租房，你怎么想的呀？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这将来的生活肯定不会是这样子。将来啊，这以前的教训还不够大吗？你就不能踏踏实实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吗？我不甘心。你不是给我讲过老大说幸福的故事吗？这幸福不是住大房子开奔驰，幸福就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，只不过你有没有那双眼睛去发现它，这是你跟我说的，是吧？是，但我现在搞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只是幸福的一种形式，而我心里喜欢的是它其他的表现形式。你比如说，为了理想而奋斗。如果你的幸福是以家破人亡为代价，请问你的幸福在哪里啊？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井底之蛙。我拜托你去看看电视，看看新闻，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崭新的时代，一个复兴的时代。我们完全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。为此，我们应该赴汤蹈火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而不是像你这样整天坐在床上，老想着要孩子，去享受那一点点可怜的小家庭的乐趣。你少给我讲大道理！要孩子怎么了？要孩子怎么了？你上大学的时候，你们老师没教给你？要是没有一代代的繁衍，哪儿来的人类发展史？哪儿来的社会发展史啊？你狗屁不通！你别跟我说脏话啊！不是，女人一结婚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怎么男人一结婚都变成你这样啊？没法跟你说话，我早懒得理你。
快请进。哎，哎，这小屋。怎么了？你别说啊，你别看是租的房子，这你这艺术家一捯饬就不一样了。你别挤得我了，快坐快坐。好。哎呦，还是什么艺术家呀？我现在就是一会计。哼，可别这么说啊。哎，喝点什么呀？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不喝不喝。我就来瞅瞅。今天怎么那么闲呀？想起看我了。早就该来看看你，这不是一直没得空吗？哎呀，是你多忙啊，社会精英，你都做了大买卖。你可别挤得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一落水狗，人见人踹。怎么这日子过得不顺心啊？一言难尽。没事啊，别着急，一会儿警察局我就出来了。大夫都说了没事儿啊，踏踏实实的，好吧。来，喝点水，来来来，早上几天也没吃。不渴。啊，不渴。这样，那个吃个橘子吧。不想吃橘子，我想吃山楂糕。好，好，好，山楂糕甭管了啊，我给你买去，好吧。哎，还有酸奶。酸奶，酸奶，好。23号任小薇。哎，这，该你了。这么说，你这资金的口子挺大的。嗯。你辞职的事跟你老婆说了吗？还没敢跟她说呢。你可真行。咱先不说她了，我今儿找你还有一个目的。你不是以前当歌手吗？接触面比较广，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介绍，有没有那种经济实力强的人，我认识认识。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我现在最讨厌那些聚会了，我都讨厌跟那帮人胡侃什么的。我现在的朋友都是搞创作的，都是穷人。明白了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一问，有枣没枣三干的。哎，不过我给你个建议啊，你可以找找老二，他最近生意做得很好。前两天我们还通话了呢，他说从台湾进了点什么电脑配件吧。订货的人比货还多呢，哎，你找找他，他肯定有闲钱。找他？怕什么呀？哎呦，亲兄弟有什么拉不下脸的？你说说你，哎，搞不好你找他，他一高兴，你们俩之间那点破事儿都过去了。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哪儿那么难呀？你想哪儿去了都？我比你了解他。大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恭喜你，姑娘，你怀孕了，已经4周了，现在一切健康。真的啊？哎呦，我太好了！我之前以为我有什么妇科病呢，我。看来你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怀孕的吧？嗯。你做过孕前检查吗？没有。那应该做一个，以保证胎儿的健康。行。最近有服过什么药吗？没有。嗯，你已经怀孕了，不要乱服药啊。嗯。然后做完检查，把检查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哎，好嘞。嗯。行。没说错吧？老二生意做得可好了。哎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行。那你走吧，一会儿我进去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不想见他。不想见就走人。哎，我说你这么大一老板，你就不能文明点啊？孔子曰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想喝茶就进来。尝尝我这好茶啊，竹叶青，最美的绿茶，今儿算你们赶着了。你这茶哪来的呀？哥们有道啊，喝呀。嗯。你们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老三这个生意最近有点麻烦。没有。前一段有点麻烦，现在都过去了，没事儿。
看着挺清闲的。嗯，最近忙什么呢？这和朋友一块开这个房地产公司。哦，又整房地产去了？好做吗？嗨，这怎么说呀？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看你这儿弄得不错呀。还行吧。嗯。货还在海上呢，钱就收回来。高科技这玩意儿有点意思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们俩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们俩聊呗，我说什么呀？还是那么懂事儿。你说这小云，嗯，你也不变老，也不变老，还越来越漂亮，那么年轻呢，都快活成妖精了，真有点后悔当时把你给放了。结果我们家老三也没逮着，我是高攀不上，拿我打岔是吧？你们俩啊，欺负我是吧？行，好容易聚一块儿，一起吃饭吧。中午我也喝点，不开车了，咱打车去。行，那我打个车去。来，小丽，包给我。茶也白沏了，缺钱了吧？啊？嗯，没有啊。缺钱就说话，我这儿有。那你多给我弄点，我准备把前门楼给买了。废话，倒是看不出来。说难听点，你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我就是来看看您，扛着，活该。来了来了，开门。来了。那叫什么？开门，急死我。跟谁喝去了？又喝这么多呀、啊？老三不一样，跟我喝半斤，我就给他扔那儿。行，一厉害。哎，二小姐，下午俩人到客栈找我。是吗？嗯。他们俩怎么凑一块儿去了？我哪知道？老三那德行，明明缺钱了，问他还不开口。活该，都懒得理他。是吗？嘿，你今儿一天哪儿去了？没见着你都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去做个检查。啊，喝点茶。嗯。啊。你不问我什么结果呀？嗯嗯。嗯。哎，我怀孕了。嗯哼。